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大圣妙法莲华经》，那么第十一品见宝达品啊，在我们的第248页。那也请看一下我们的科判表啊，因为我们也还在正中分里面的红通啊。红通呢，那么赞美人与法啊，那前一品法师品是法说，那我们现在第十一品是不是叫正说啊？正说哈、啊，何谓正说呢？就是有多宝佛来作证啊。前面一品呢，法师品是法说，那这里呢就进入正说，正说啊。好，那这个见宝塔品哈、啊，因为密正本机以劝弘啊。所以呢，在长行里头可以看到会现塔正经，啊，也就是多宝佛呢，他曾经发愿，只要说妙法莲华经的地方，他就会现多宝佛塔，啊，来证明，啊，来作证，啊，于是呢，就会开塔见佛，见到二佛并坐，啊，然后呢，劝属弘经，啊。好，那我们第248页见宝塔品第十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佛前有七宝塔的出现，而且这七宝塔呢非常之高大啊，高500由旬，纵广250由旬，从地涌出啊，那就住在空中啊。那这个多宝塔呢，有种种的宝物而来装啊，装教之。就是非常的庄严的装饰在上头，哦，有5000蓝旬，有龛室千万，有无数的床幡以为严饰，哦，而且还垂宝璎珞，还有宝铃万亿而悬其上，哦，所以呢，我们在经变图里头也会看到这个部分，哦，会有七宝塔，哦，现在其中，哦，那这些都由七宝所合成，哦，那么在第249页呢，第二行后面呢，就会讲到二十呢，宝塔当中呢就出大声音啊，大音声啊，啊，就在赞叹说：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世尊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华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啊。啊，那么这个也就是在宝塔中呢。其实有一位多宝佛在当中了哈，那他等于是出来作证哈，因为他发愿哈，发愿呢，只要有说《妙法莲华经》的地方，他就会来作证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叫做证说嘛哈。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世尊有没有？佛陀之所以成佛，就因为平等大慧的缘故。啊，我们之所以是凡夫，就因为不平等的缘故。所以呢，其实我们从不平等一直到究竟的大平等就成佛。而我们的不平等，往往会来自于我们的第七意识的杂染、自私、自利的关系。啊，所以呢，一直要到二大欧僧祇劫，好不容易把第七意识的杂染能够转为清净。到第三大欧僧祇劫呢，还要把过去曾经杂染的种子能够除清，完全清净无染。好，哦，那当然这些详细的部分呢，啊，比较在这个唯识学里面会讲得到哈，尤其像八识规矩颂之类的哈，啊。好，所以呢，这个平等大会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平等大会是不是就是因为身观因缘法的平等性而来？哎。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不平等的相，但是我们首先啊，要能够开启我们的智慧，啊，要能够觉悟，体会佛陀的智慧，啊，那么最直接的就是身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啊，来造就呢所谓成佛的平等大会，啊，所以呢，佛陀是完全等视众生如罗侯罗啊，啊，尤其我们。在佛陀宣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是不断的在讲，啊，要教菩萨法佛所护念，有没有？佛所护念的就是要教我们众生呢，如何的来行菩萨法。
那菩萨法呢，就是让我们从自私自利的心呢，逐渐怎样转成比较不自私不自利啊，让自己能够投入众生的大海当中啊。好，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四众呢又见到这个大宝塔就安住在空中，也听到啊塔里面所出的音声呢，皆得法喜啊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位菩萨摩诃萨叫做大要说菩萨摩诃萨啊，那也会知道说哦，其实所有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哈、啊、心里呢都起了疑心，什么样的疑心呢？那么就由大要说菩萨摩诃萨来代表请教佛陀说，世尊以何因缘而有此宝塔啊，而且呢这宝塔是从地涌出，又见其中呢发出这样子的大音声呢啊。那佛陀就告诉大要说菩萨说啊，此宝塔中呢其实有如来的全身呢啊。那这位如来全身呢，也就是在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啊的这个国民宝镜啊，也就是他是在宝镜世界里头，那么有一位佛陀哈、啊、是宝镜世界的导师啊，号曰多宝啊，所以我们说这其中的这个佛陀就是什么多宝佛啊，多宝佛。当多宝佛成佛之前，当然还是透过行菩萨道而来啊，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会发很大的誓愿啊，说如果我成佛啊，乃至于我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只要有说《法华经》之处呢，我之塔庙未听是经故呢，就会涌现其前，为予作证明，赞言善哉啊。啊，这是不是就是多宝佛他所发的誓愿？所以他就在释迦牟尼佛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他就确实啊，他就怎样就显现在其中啊。啊，那这是释迦牟尼佛来为大众来解这个疑惑。啊，所以呢，那个多宝佛也讲哈、啊，告诉哈、啊，所以，这个多宝佛成道之后啊，那么就在天人大众当中也告诉诸比丘说，啊，我灭度以后，如果想要供养我全身者呢，就要起一大佛塔，也就是这个七宝佛塔，啊，七宝佛塔，啊，好，所以呢，在第251页的第三行后边哈。啊，佛陀就告诉大要说菩萨摩诃萨说，是多宝佛有深重愿呐、啊，啊，他的这种深重愿就是，若我宝塔未听法华经故呢，就会出于诸佛前呐、啊，啊，如果有人哈、啊、有想要让我以身来示四众者呢，那么彼佛分身诸佛在十方世界说法呢，就要尽还及一身，然后我身乃出现耳啊。啊，因为佛陀在宣说《妙法华经》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分身无数亿，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也必须要把所有一切分身佛呢，全部尽还一处，啊，那么之后呢，那么多宝佛就能够出现，啊，好，那么，所以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可能就要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哈、啊，那么是非常的繁复的哈。啊，那总说呢，在第256页啊，啊，第四行，尔时释迦牟尼佛啊，他把他所有的分身佛呢悉以来集，啊，全部都这个环境一处啊，啊，那么全部都汇集在一起啊，因为多宝佛呢说，如果想要看到我多宝佛的全身，就必须啊像。释迦牟尼佛在宣说《妙法莲华经》，那么他分身的所有一切诸佛都要尽还一处嘛，啊，所以呢，佛陀就把他所有的分身全部集中回来，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以右指来开七宝佛塔，出大音声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所有一切众会呢，就接见多宝如来，有没有在倒数第二行哈、啊？就看到多宝佛呢。就坐在多宝塔当中的狮子座，全身不散，啊，如入禅定，啊，如入禅定，啊，那么在第257页第四行，尔时呢，
因为多宝佛就在这个宝塔当中，于是就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而作誓言。啊，本来多宝佛是坐在宝塔的正中间，啊，那因为现在释迦牟尼佛啊把他所有分身佛都聚集一处的时候，那么多宝佛呢就请释迦牟尼佛啊，他就分半座给释迦牟尼佛，说。啊，这个你可啊，等于是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坐啊，啊，于是呢，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结跏趺坐。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多宝七宝塔中呢，二佛并坐，二佛并坐，啊，在我们的第257页的倒数第五行下面有没有？尔时大众见二如来。在七宝塔中，狮子座上结跏趺坐，啊，二佛并坐。所以我们一看到二佛并坐呢，必定是来自于《妙法莲华经》，不然的话呢，所有诸佛菩萨几乎都是单数的，一佛、二菩萨，或者三佛或者五佛，有没有？从来没有双数的，只有在《妙法莲华经》的经变图里面有。二佛并坐，就是多宝佛跟什么释迦牟尼佛。好，那么我们明天可以看看那些图像啊，所以将来哎，各位看到二佛并坐，我们就说哦，这个是《妙法莲华经》，出自《妙法莲华经》的第十一品建宝塔品。哎，这样子是不是非常的内行的样子哈？两三天就有这份功夫了，哎，好。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也以神通力哈，接诸大众接在虚空，因为这个多宝塔呢，就安住在空中嘛，啊，安住在空中呢，那释迦牟尼佛用他的神通之力，让所有的大众也都能够安住在虚空当中啊，啊，好，所以呢，这个也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宣说《妙法莲华经》的缘故啊，所以呢，在257页最后一行哈、啊，就可以知道说，那么释迦牟尼佛就以大音声来普告四众啊，谁能于此娑婆世界广说《妙法华经》的话呢？今证事实，因为如来不久当入涅槃啊，佛欲以此《妙法华经》呢复书有载啊，啊，就复书给所有的这个发心的菩萨们。啊，能够这个荷担如来家业啊，啊，能够这个弘法利生嘛，啊，能够继续来宣说《妙法华经》的话，啊，那么这个多宝佛也一样哈、啊，将来也能够来作证的啊。好，那以上是属于建宝塔品啊，那么是正说对不对啊？正说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看提婆达多品。啊，提婆达多品呢是在红通里面的第二个部分，有没有？红通有赞美人法，还有什么誓愿红通？哦，不对，在正说里面呢、啊，它是不是在正说里头啊？啊，正说当中呢有第十一品建宝塔品哈、啊，因为密正本机以劝弘嘛哈、啊，那么现在要显正古今以劝弘。有没有看到详细的这个哈？哎，在正说里头哦，啊，那有两件事情哈、啊，天授弘经，释迦成佛，有没有？啊，那在小表里头也有一个叫国王求法，还有一个叫做龙女成佛，其实就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我们来看哈、啊，在第262页，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哈，佛陀告诉。菩萨、诸菩萨及天人四众啊，说：吾于过去无量劫中啊，啊，在数世劫以前呢，曾经为了要求《法华经》啊，无有谢倦，而且他在多劫当中呢，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经常的在做国王啊？啊，但是他做国王呢，确实不练见在这个国王上面啊。那么发愿求于无上菩提，心不退转，啊，为了想要满足他的六波罗蜜啊，
所以他勤行布施，心无吝惜啊，甚至呢他发大愿说啊，他愿意把他所有的这个相马七珍啊，国城妻子、奴婢仆众啊，头目髓脑、身肉手足，不惜躯命啊，他都愿意把它捐出去啊。如何的捐呢？就位于法故啊，只要有人愿意来为他说法的话呢，那么他连国王王位他都可以委正太子啊。那么他所拥有的相马七珍、国城妻子、奴婢啊、仆众，乃至于他自己本身的头目髓脑、身肉手足，他都可以怎样全部捐出去、舍出去啊。好，那这个国王发这样的大愿呢，他就击鼓宣令啊，等于要能够把这个消息传布出去，就四方求法啊，问啊，就在征求说谁能够为我说大圣者啊，只要为他能够说大圣法的话呢，吾当终身供给走使啊，啊，我都愿意呢一辈子啊受他驱使，他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啊，不仅捐出他所有一切，他都还愿意啊，这个任他差遣。好，那这个公告贴出去啊，到处去宣传广告啊，开着广告车到处去广告了啊。那四方求法嘛啊，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位仙人啊来应征了啊，啊，就对国王说哈，我有大圣法啊，我有大圣，而且他就名为《妙法华经》，如果啊不违背你的誓言的话啊，不为我，那么我当为你来宣说。啊，那这个国王一听这个仙人这么说，哦，非常的欢喜踊跃，就随着仙人啊，供给所需哦，啊，所有的这个水果啦、汲水啊、食心啊、摄食，乃至用他的身体来变成他的床座，他都愿意。啊，并且呢，他心甘情愿的，所以他身心无倦。啊，于是奉事啊，精于千岁，只为了法故的啊，只为了求法而已哦。所以我们要知道，求法是不容易，现在实在很容易啊，对不对？有机会还不一定珍惜，对吧？啊，过去你看多么困难啊，捐出所有一切啊，任人差使啊，都愿意啊。好，那么有这样子一段，好，那么。佛陀又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跳过去了。好，好，那到264页，佛陀就告诉诸比丘说：“尔时王者择我身世啊，其实这个就是我的宿世啊，曾其中的一世，而这位仙人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啊。”因为提婆达多他也是啊善知识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令我具足六波罗蜜、慈悲喜舍啊，乃至成就我的这种32相80种好、紫摩金身、金色啊、实力四无所谓、四摄法、18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觉，这些都是啊，也等于说提婆达多其实也成就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道了啊。但是我们说，同时提婆达多是不是也多方的在害佛啊？哎，提婆达多哈，因为是他的堂兄弟嘛，啊，那也嫉妒佛陀，甚至在佛陀晚年，他是不是也想要破身啊？啊，跟佛陀索众，啊，会觉得说啊，你老了，你把僧团交给我吧。佛陀就告诉他说，哎，不是我在带僧团，是法在带僧团呢。既然不是我带僧团，我如何把僧团交给你啊？是不是就没办法教啊？所以提婆达多是不是就怀恨在心呢？啊，所以提婆达多又去怂恿谁？啊，频婆沙罗王的儿子，说你做新王，我做新佛，有没有？共同要设计哈，来害佛，来害那个他的父王哈，因为二摄世王他急着想要当国王。如果不害死他的父王，他是不是就当不了国王啊？哦，所以他就把他的父王怎样
幽禁起来，不给他吃东西，结果韦提西夫人是不是用那个蜜涂在身上，然后把蜜带进去给他吃，就一段时间之后，哎，他竟然没饿死，有没有？但是这个母后是不是心里非常难过啊？自己的儿子竟然要杀死他的父亲呢？哦，所以这个是不是观无量寿经的一个缘起啊？啊，所以韦提西夫人说，哦，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太苦太苦了。哦，我实在不想待了，哦，那么就面向那个王舍城啊，去求佛陀啊，去请问佛陀如何的能够哈，啊，这个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啊苦难的这个娑婆世界。佛陀就告诉他说，哦，还有一个西方世界可以去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提婆达多虽然他这一世哈，啊，那么在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世呢，虽然他也害佛，他也推石哈，在佛陀经过的地方呢，他要用大石头推下去，想要压死佛陀，乃至于他放狂象要去怎样害佛，都没有害成啊。那么，但是呢，佛陀还是感激提婆达多，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术师，曾经啊，提婆达多是不是也教导啊这个国王？这个国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嘛。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成佛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在行菩萨道的过程里头，是不是不能有任何的怨言哈，啊，怨言呢，啊？好，为什么？因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缘故，哎，菩萨道上啊，啊，不能求回报，不能说啊，这个以前我对你这么好，怎么这个时候这样子对我？啊，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还这一切都是因缘，啊，不管是。是福报或者业障，就算是业障呢，也把它当作逆增上缘哈，哦。所以佛陀呢，还是感激啊，感激这位过去的这位仙人，也就是提婆达多。过去他曾经啊，这个为他宣说什么《大圣妙法莲华》的《莲华经》的缘故哦，啊，也因为这样呢，佛陀啊，释迦牟尼佛才有机会怎样成佛。纵然啊。他们可能之间有一些这个恶的因缘，但是佛陀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这个是不是才叫做佛陀嘛？对不对？才是成佛。成佛呢是至高无上圆满的啊，不会对任何人有任何的这种啊抱怨啊或者嗔恨，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好，啊，好，所以呢。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哈，提婆达多品里面哈有国王求法啊的一个故事，啊，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第266页哈，因为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龙女成佛啊的一个状况了哈，佛陀，啊，这个在266页的第六行下面哈。因为前一品是建宝塔品嘛，哈，多宝佛呢，那么在宝塔当中，啊，那多宝佛呢带了一位智基菩萨来，啊，那么因为多宝佛已经现了他的全身嘛，哈，啊，已经看到二佛并坐了，所以这个智基菩萨呢就对多宝佛说，哎，我们应该回去了吧，啊，既然已经来作证了。啊，那事情完毕了，我们就应该回去原来的这个世界啊。那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智基菩萨说：“哎，善男子啊，啊，你稍待一下吧，不要急着回去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里头呢，有一位文殊师利菩萨啊，可与相见论说妙法啊，可还本土啊啊，当也难得来到这边哈，啊，那么跟文殊师利菩萨呢能够交换一下意见哈，啊，因为都是智慧第一者嘛啊，那不要急着走哈，啊，当你们论法完毕以后你再回去吧啊。于是呢，文殊师利菩萨就坐着千叶莲花大如车轮俱来菩萨啊，他所一起来的菩萨也一样哈，啊，坐着这个宝莲花台。就从这个大海梭羯罗龙宫呢自然涌出啊，因为文殊师利菩萨正好去这个海中的什么龙宫去度化众生，所以一听到佛陀在呼唤他，
他立刻就从海中涌出了，啊，那么就住在这个虚空中，来到了灵鹫山，因为佛陀在灵鹫山说法，对不对？啊，然后他就从莲花那里下来，啊，到了佛陀面前，啊，来顶礼佛陀，啊，那么因为佛陀要介绍他认识这个智积菩萨嘛，对不对？啊，所以智积菩萨呢就问他，问文殊师利菩萨说：“人往龙宫所化众生，其数几何啊？啊，你去那里所度化的众生有多少？”那文殊师利菩萨说：“哇，其数无量，不可称计啊！啊，那里龙宫的那个啊度化的众生是没有办法去计算的啊，是非口所宣呢，非心所测啊，且待须臾呢，自当证知啊！你再稍等一下就可以证明了。”啊，因为他还没讲完呢，就有无数的菩萨坐着宝莲花从海中怎样涌出来，立刻到了灵鹫山，住在这个虚空当中。那么这些菩萨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所度化的，啊，他们都具着菩萨恨，啊，皆共论说什么六婆罗蜜。所以我们说菩萨道上是不是六度万恨是很重要的，啊，五度如盲，波瑞为导，啊，好，那么有一些声闻人呢，也在虚空当中呢说声闻行，但是呢，进阶修行什么大圣空义，啊，因为六波罗蜜里头是不是这个波瑞度是非常重要的，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就对智积菩萨说：“于海教化其事如是啊，啊，就在形容啊他如何的去教化啊，所以呢。”智积菩萨就用偈来赞叹，啊，赞叹文殊师利菩萨。在268页，文殊师利菩萨呢就告诉他说：“我在海中唯常宣说《妙法莲华经》啊。”啊，那智积就问文殊师利菩萨说：“此经甚深微妙，诸经中宝啊，世所稀有哈，颇有众生勤加精进修行此经，速得佛否？”啊，是不是因为只要修行这部经典呢，就很快就能够成佛？文殊师利菩萨就告诉他，智积菩萨说，有一位龙女啊，她才8岁而已哈，啊，她的智慧力根呢，善知众生诸根行业得陀罗尼，啊，有位龙女呢是非常有善根的哈。啊，那么佛陀所说的甚深密藏呢，悉能受持，而且他深入禅定，了达诸法。啊，那么就在这一刹那，请发菩提心，得不退转，而且辩才无碍，慈念众生犹如赤子哈，啊，而且他功德具足。啊，那么就不断的赞叹哈，啊，这位龙女哈，啊，虽然才8岁，但是她心念口眼呢，那么微妙广大，慈悲仁让，哈，啊，智意和雅。能治菩提的，好，好，那智积菩萨就说啊，这个我见到释迦如来在无量劫当中的难行苦行积功累德啊，求菩萨道未曾止息。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菩萨道是不是要能行难哈，啊，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子难行苦行呢，才能够积功累德啊。啊，那么观三千大千世界哈，啊，乃至无有如芥子许非是菩萨舍身命处啊，啊，也就等于说这个啊，可以说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提供让菩萨呢能够休息的了。菩萨其实就是不断的去怎样去度化众生的，啊，但是呢，智积菩萨就说他不信此女须臾顷就能够成等正觉。啊，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在介绍这位龙女的时候，是不是他就几乎快要怎样，快要成佛了？啊，但是智积菩萨呢就不大相信啊。但是他们言论还没有完毕的时候，这个龙女就突然就现出来了，啊，而且呢对他们也是一样头面礼敬，啊，那么退到一边去了，啊，然后呢就用偈颂哈，啊，那这部分就还要跳过去。那么在270页，这个时候呢，舍利佛也对龙女讲，啊，说：“哎，听说你不久就要
成佛啊，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难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经常我们都说女生够慧嘛，非是法器啊，如何能够马上得到什么这个无上菩提啊？啊，因为佛道玄旷，经无量劫，勤苦积极积行啊，具修诸度，然后乃成啊。成佛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的啊。那是这么样困难，又女人身呐、啊、哈、哦，所谓的女人身有五种障碍，第一个呢就是她不得做梵王，第二呢不得当帝释天，第三呢也不能当魔王，第四呢也不能当转轮圣王，第五呢不能成佛。好、哦，云何女身呢速得成佛啊？好、哦，那么不仅智积菩萨不相信，是不是舍利佛也不相信呢、啊？啊、哦，但是呢。这个时候龙女呢她有一颗宝珠啊，这颗宝珠非常的有价值，它价值三千大千世界，她就把它持着，那么拿去啊，拿上去呈给佛陀啊，释迦牟尼佛，佛陀马上就怎样接受了啊。那龙女呢就告诉智积菩萨说，尊者舍利佛啊，因为这两者是不是都不相信他立刻成佛，他说我现宝珠世尊啊，纳受，世事即否啊！这件事情是不是时间很短啊？他捧着宝珠来献给佛陀，是不是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啊？啊，那他们就回答说：“哦，确实这个是很短的。”那龙女就回答说：“依汝的神力，观我成佛啊，复速于此啊，比这个还快，还不需要这样的时间呢，啊。”所以呢他当时众会呢就接见龙女，忽然之间就变成男子了啊，具菩萨恨，然后就急往南方无垢世界做宝莲花成等正觉，现出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普为一切啊，普为十方一切众生来演说妙法，龙女成佛。所以我们说，哎，这个为什么以龙女成佛呢？我们说龙女成佛，应该说她已经是一生补处菩萨，即将成佛，啊，只不过她方便化现呐、啊，是不是也有很多方便善巧的方式啊？啊，这个一方面也是鼓励女众哈、啊，不见得是一定，虽然法有它的规则，但是我们常常讲法无定法，在因缘法上哈、啊，真的讲这个法无定法。啊，也看不同的因缘，因为这个时候应该说是方便善巧的视线，所以当他一成佛的时候，是不是立刻又转为啊，又转为男子身呢？啊，所以呢，这个也等于说是一种鼓励。再一方面呢，是众生平等的，啊，显示出这个所谓的众生平等啊。所以当时候啊，尔时娑婆世界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啊，皆遥见彼龙女成佛啊。普为时慧人天说法心大欢喜啊，悉遥敬礼啊。好，所以呢这个第十二品的这个提婆达多品就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国王求法啊的这位国王，是不是就是过去啊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那个仙人就是提婆达多啊。再方面呢就是龙女成佛，那这些都会出现在我们的什么经变图里面哈。好，接下来呢第十三品叫做劝持品啊，劝持品。那么我们的科判表这里少了一个字哈，劝持品的劝持劝啊。那劝持品呢已经来到了红通里面的第二个部分，有没有啊，叫做誓愿红通啊，誓愿红通。誓愿红通啊，有圣众的受命红经，还有如来呢开示住行啊。那圣众受命红通呢，那么应佛劝阻自示红经啊啊，所以会有二万菩萨自示红经，还有五百罗汉也自示红经，还有八千学无学人呢也自示红经，还有二类尼众有没有自示红经。所以我们说要弘经呢也要自誓啊，啊，所谓的自誓就自己发愿啊，是谁也勉强不了谁的哦。
好，所以虽然佛陀劝诱哈、这个众生能够哈、能够受持读诵书写啊、为人解说这部《妙法莲华经》，但是也要众生有这样的善根因缘哈、自是弘经嘛。好、好，那么在第272页啊、这个时候药王菩萨摩诃萨还有大药说菩萨摩诃萨。哦、大要说菩萨摩诃萨也就是在解释那个多宝佛塔的事情有没有、哦、还有呢有二万菩萨眷属聚呢那么都到了佛前来做这样子的誓言、哦、所以呢我们就是刚才讲的有二万菩萨自是弘经对不对、哦、在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众中还有500罗汉有没有得受记者也对佛陀讲、啊、世尊我等亦自是愿有没有于异国土呢广说此经这个是不是也500罗汉自是弘经、啊、那么接下来下面是不是有学无学8000人得受记者也从坐起合掌向佛、啊、也是自是弘经啊那到了273页第二行有没有尔时佛母佛的姨母摩诃波舍婆提比丘尼、哦、有没有我们讲到有二类尼众啊、哦、就等于二位尼众一位、哦、二类了哈因为他们不只是他个人他还带着6000人呢、啊、的这个比丘尼、哦、佛的姨母还有呢佛的这个耶稣陀罗、啊、也就在274页第三行有没有罗侯罗母啊罗侯罗母、啊、罗侯罗的妈妈也就是耶稣陀罗比丘尼他也带着、啊、带着很多的这个眷属那么都希望佛陀能够为他们来怎样受记、啊、来为他们受记、啊、因为他们一心合掌哦，瞻仰尊荣尊严啊，目不暂舍。好、哦，那么也就是我们回到273页哈、哦，第四行下面。好、哦，这个时候呢，世尊就告诉啊乔檀米说：“何故忧色而视如来啊？”哦，女众呢会比较那种恳切的心，但是呢有忧虑的啊，有忧色、啊。很担心佛陀不准、哦、所以呢佛陀就问、哦、乔檀米、哦、乔檀米也就是这个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说你为什么会是忧色、哦、如此的忧虑的来看待、哦、来看如来这是佛陀的姨母、哦哦、汝心、哦、将无为我不说汝名、啊、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因为你的心呢，以为说我不愿意来怎样为你受记，其实我也是愿意的啊。我先总说一切声闻，啊，皆以受记之后呢，那么我啊，今汝呢欲知记者将来之事啊，那么我也会为他来受记啊。所以呢，佛陀呢就来为他受记，说他将来的那个等于说他的这些大这些6000的学无学比丘尼呢俱为法师而且呢汝呢能够如是的渐渐具菩萨道当得作佛所以也必须他要能够具菩萨道、哦、并不是以声闻声就能够蒙佛受记对不对也必须要怎样回小向大因为也必须要怎样会三皈依嘛、哦、从声闻要会到哪里菩萨道上啊、哦，那么也才能够当得作佛啊、哦，所以佛陀还是为他们来受记说，说叫做一切众生喜见如来啊、哦，那然后有10名号啊、哦，来为他的这个佛的姨母来受记啊、哦。那274页第三行是不是还有罗侯罗母啊？啊、哦，也就是耶稣陀罗比丘尼啊。哦那么他也是这么想、啊、说佛陀在受记当中呢独不说我名啊
那佛陀就告诉耶稣陀罗说，如与来世百千万亿诸佛法中修菩萨行为大法师、那么也才会见具佛道、于善国中呢当得作佛、所以也为他受记说，将来你成佛的话，你的名号就叫做具足千万光相如来、然后有十个名号。所以呢，这两位尼众是不是也都蒙佛受记啦？一样是蒙佛受记。所以在尼众蒙佛受记之前，其实龙女成佛也是一个先埋下伏笔啊，对不对？所以呢，佛陀其实是非常平等的等视众生的。好，那么在275页，朱比丘尼呢说完前面的这个记呢，就因为他这个前面这个记也就在第二行说，世尊导师啊，安稳天人，我等闻记呢心安具足。因为佛陀是非常平等的来看待所有一切众生，所以呢这个时候世尊呢就看着80万亿那由他的这些菩萨摩诃萨，因为这些菩萨们都是阿惟越智转不退法轮呐、所谓的阿惟越智就是什么？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的意思。也因为他们不退转，所以能够蒙佛受记啊，蒙佛受记。所以呢，佛陀也告诉这个告诉众等们说，只要持此经者呢，当如佛教广宣司法。那么所以呢，这些众生们呢，也都在佛前做狮子吼而发誓言说，世尊我等呢于如来灭后呢，周旋往返十方世界能令众生，因为他们都自视弘经嘛那如何自视弘经呢？就是希望能够让所有一切众生能够书写此经，而且来受持读诵解说其义，如法修行正意念这部经典皆是佛之威力啊。那唯愿世尊因为世尊灭后呢在于他方也能够遥见守护所以这个叫做劝持品，劝持等于是奉劝呢能够受持这部经，所以呢会有20000的菩萨那么之外也有500罗汉也有8000学无学人等，还有什么二类的尼众，是不是都自视弘经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在我们的流通正宗分里面的弘通里面的什么誓愿弘经的部分所以这些都属于圣众受命弘经好，那接下来第十四品安乐行品那么在我们的已经进入卷五第291页那这个在我们的科判表也可以知道这个是属于誓愿弘经里面的什么如来开示住行如来先祈请等于是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先来祈请佛陀那么之后呢由佛陀来开示开示如何的能够安住在这种安乐行并且这个安乐行呢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科判表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有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跟誓愿安乐行所以不止身口意业的安乐行，还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就在于誓愿的安乐行好，那么在291页安乐行品第14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对佛陀说：“世尊，世诸菩萨甚为难有啊，敬顺佛故，所以发大誓愿呢、发这么大的誓愿呢，都愿意自视弘经嘛，纵然在后面的这个恶事里头，也愿意来护持读说是这部妙法莲华经，那世尊菩萨摩诃萨。”于后恶事云何能说是经要如何的能
保持啊这样子的善根因缘呢？那佛陀就告诉哈，所以这个是由文殊师利菩萨来怎样祈请，之后呢由佛陀来开示，所以佛陀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如果这些菩萨摩诃萨在后恶世里头啊还能够说这部经典的话，那么要安住四法啊，不仅前面有红经三轨，有没有？前面是不是有红经三轨啊？啊，要弘扬这部经典有三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要怎样入如来世，要发大慈悲心，对不对？要着如来衣，啊，要有忍辱柔和的心。之外，是不是还要做如来坐啊？就是做法空坐，啊，之外呢，还要再安住四法，安住四法啊。所以这安住四法，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要安住在菩萨的行处跟清净处，这个是属于身的安住，身的安住。所以这个所谓的安住四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跟什么誓愿安乐行。好，那这里的安住四法里面是在讲身的安住行，身安住行里头呢也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安住菩萨的行处跟清净处，才能够为众生演说这部经典哈。那文殊师利哈，云何菩萨的菩萨摩诃萨的行处啊，哦，也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如何的行持呢？啊，那么菩萨摩诃萨必须要住什么？忍入地，有没有？柔和善顺而不触暴，心意不惊，啊，而且要观诸法如实相，意不行不分别，是名菩萨摩诃萨的行处。所以这个跟红经三轨是不是很接近啊？嗯，啊，要忍辱柔和，啊，要这个只差没有讲到大慈悲心，啊，是不是还是一样要做法空坐啊？啊，因为做。如来法座呢，其实就是在讲那个一切啊，一切法的什么那个真理法则嘛，啊，是离不开缘起性空，因为透过缘起性空才能够观诸法的如实相。那也因为缘起性空，所以叫做不行不分别。所以这里的不行不分别，不是说不去做不去分别啊，而是在讲行与分别呢，它是性空的。是性空的，所以这里的不哈，表示性空的意思啊，啊，性空啊。那因为菩萨里头是不是要六度万恨啊，五度如盲波瑞为导嘛，还是要透过缘起性空啊。所以在行在分别上呢，还是要能够跟什么性空相应，叫做不行不分别，不是在现象上面的否定。而是在否定什么自信啊，否定那个我们的自信妄执的部分，这个才是菩萨摩诃萨的行处啊。菩萨摩诃萨到底要怎么做？必须要柔和忍辱，大慈悲心之外呢啊，还要能够深入法性，能够也才能够达于诸法实相啊。那是透过因缘法，所以叫做不行不分别哈，所以不能把它想成在相上面的否定，以为啊不要做不要分别，不是，不要做不要分别是在相上的否定，我们所要否定的是自性妄执上面的否定，这个才叫做菩萨的行处。那么菩萨呢也有他的清净处啊，那何谓菩萨的清净处？就是要不清净王子、国王、王子、大臣、长官、官长啊。也不亲近什么外道啊，也不去造这个世俗的文笔去占用外书啊，还有呢属于这个路且也陀逆路且也陀者，这些都属于顺势外道的一些经典，也不去亲近一些有凶隙哈，那么相差相扑的这些啊，也不去亲近一些啊这个那罗延等等啊，等于说不宜去亲近的呢，那么菩萨摩诃萨都不该去亲近啊，所以这个叫做菩萨的亲近处，所以会有
生的安乐行呢，就是包括菩萨的行处跟什么清净处啊，那这是生的安乐行。那四安乐行包括了什么？生的安乐行跟口的安乐行、意的安乐行跟誓愿的安乐行。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